各位好，我是余志刚，辉立证券高级业务经理，主板新股啦，首丰控股编号1703，香港一间全面服务式酒楼集团，两个品牌名称咧系王府及王苑，咁提供咧粤式餐饮服务及宴会服务嘅，咁包括咧系婚宴服务，咁集团业务咧可以追溯至2006年。香港颁布条例容许婚礼在任何时间及地点在婚姻监礼人见证下举行，咁集团当时咧在铜锣湾广场咧开设第一间酒楼，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婚宴服务，现在经营20间全面服务式中式酒楼，今年关闭3间分店，对收入影响咧不大，而去年咧亦新增2分店嘅，同时未来咧会继续开分店以抵消个影响嘅。目前集團咧佔市場份額咧只有5%，仍有很大增長空間。至2021年前咧，會新增8間分店嘅。咁現在招股價咧係介乎5毫子至7.5毫發售嘅，共發行3億股嘅。咁其中5000萬股咧為舊股，咁當中90% 為配售部分，另10% 將於香港公開發售，按一手5000股計算啦，入場費係3750元，保薦人為新萬雲元。咁股份計劃於咧2月15日於聯交所正式掛牌上市。咁孖展咧現正開始接受認購，輝立孖展認購截止咧係2月4日下晝3點，計息日為6日，全數認購截止咧係2月8日星期五早上9點30。新股介紹咁多，多謝各位。以上純屬個人意見，不構成任何買賣邀請。本人余志剛為證監會持牌人，截至本評論發表日為止，本人及有聯繫者並未持有全部及證券之所有相關財務權益。